Au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古诗里的二十四节气，这是世上最有诗意的历法。一轮四季，鱼米邂逅，二十四次，年年如是，周而复始，一期一会，印刻每一日的美与妙，不曾辜负。匆匆过客，且驻足去触摸诗意生活，完全可能。以立春，立春为正月节，立为见始，纯木之气始至，故称为 LDQUO， 立 RDQUO， 纯立 UDKO 丁雪英男至 RDQUO 时，所谓 LDQUO， 玉润窗前竹，花繁院里梅 RDQUO， 春就在冰雪中静静的培育，不待冰消雪逝，便 UDKO， 柳色枣黄浅。水纹新绿微 RDQUO 了，立春树一后东风解冻，二后蛰虫始振，三后鱼至复冰，即持春盘春酒年年好，世代银帆盼醉倒，今朝一岁大家天，不是人间偏我老，陆游树木兰花 MIDDOT， 立春日作二，雨水雨水为正月中，春属木，木依赖水生，故东风泄动，温润散为雨水，雨水节气一到，树梢轻拂少女微风，树间杨鸟起伏和鸣，春雨至矣，飞雨入街廊，雨修风清，有雨必有云，春云淡也如笑，春雨变苍翠如滴，在春雨脉脉寒行中，柳丝才开始寒烟，但柳烟成阵，便春色撩人了。雨水树一后塔寄鱼，二后鸿雁来，三后草木蒙劝，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流满皇都。 M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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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节，日口令与众会心，一雷惊蛰时，田家积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日口古人称冬眠为 LDQUO， 蛰 RDQUO， 蛰为首 LDQUO， 歌房双为底，天寒百虫蛰 RDQUO， 蛰饮食为养生，而末物出为震，震为雷，惊醒为慌，惊慌为乱，春雷为鞭策，劳碌一季重新开端。惊蛰树一后桃始华，二后苍庚、黄鹂、明，三后樱化为鸠。闻道新年入山里，蛰虫惊动春风起。天子须长阳献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。 M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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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QUO 分 RDQUO 是指90天值春分为两半，自此进入春和日丽墨红千翠争美时节。此时阳在正东，阴在正西，由此昼夜平分，冷热均衡，为一年中最好气候。但春山除处子规题，亦是春心扰伤时。所谓春秋分时 LDQUO 春女思，秋是 Birdkel 是指春女感阳气而思男，秋是感阴气而思女，物化元阴，所以生悲也。春风树以后元鸟至，二后雷乃发生，三后始电，盛日寻芳似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时的东风面，墨子千红总是春。M-M-朱熹春日五清明，清明是三月节，清明因其风，温风如酒，清香而名节。清明风为巽，巽为绳指，故墨物至此齐整清明。清明往往在寒食之后，寒食春过半，花农鸟不交，从来近火日，会接清明朝。清明节后，墙头风及树之空，满溪红片向东流，该是惜春时节了。清明树一后同始华，二后田鼠化为安，三后红始见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 M-N-杜牧清明六谷雨，谷雨为三月中，与我公田，与其谷雨水，播种时节到了。此时 LDQUO 湖光米翡翠，草色最清亭瓦 DQUO 鸟弄桐花，雨翻浮萍，残花即将落尽，春将告别了。 RSBU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 谷雨树一后平始生，二后乌鸠扶起雨，三后为代人降于桑。谷雨如自负似尘，朱平扶蜡正常心，牡丹破萼樱桃熟，未许飞花减却春。M-M-
范成大《晚春田园杂兴七立夏》，立夏为四月节，古人解释夏为 utkoljartko。 如何理解这个 utkoljartko 字？庄子说，生者假借也，假之而生，生在假借之中，原本虚幻，这就是诗经所说的 LBQUO， 假在田命 RBQUO， 夏因此是宽纵莫武，放任其生长，假才能使其狂妄而不顾一切的生长，而令其长大的目的视为秋天的整肃，整肃才有收成。如此残酷的自然法则，立夏树一后楼孤鸣，二后秋引出，三后王瓜生，竹摇星影照幽窗，两两时秦造夕阳，谢却海棠飞进去，阔人天气日出长。 M-M-M 朱淑珍，初夏八小满，小满为四月中，莫物 LDQUO， 小的盈满 RDQUO， 此时麦气小满尚未熟，麦气是麦子散发的香气， LDQUO， 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盛花时 RDQUO， 小的盈满乃阳气急之所逼，阳气急，火气旺，物极必反，阴气就开始萌生，所以小满节气的 LDQUO， 物之于此，必进而起 RDQUO， 是指阴阳关系开始转变 MDASH。MDASH， 莫物尽履西行，阴起盛，莫物才能成熟。小满树一后苦菜秀，二后迷草死，三后麦秋至，本宜春多雨会当迁，今岁还防似去年，欲立减来之小满，又愁因酒爱残眠。 M-M-M 赵凡自陶川至陈州绝句四十有二九，芒种，芒种为五月节，这个芒是指稻麦，麦子到此时始熟，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，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，稻田里也已一片宜人的新绿。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 LDQUO， 则草所生，种之芒种 ,Artco。 东汉郑玄的解释是 LDQUO， 则草之所生，其必可种芒种，芒种稻麦也 RDQUO， 芒种树一后螳螂生，二后彭始明，三后反蛇无声，已有假身雷雨惊，成除却贺芒种情，插秧先插早先到，少忍数旬蒸米成。 M-M 范成大梅雨五绝其二十夏至，夏至为五月中，夏为大，至为极，莫物到此壮大繁茂到极点，阳气也达到极致，所以是一年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，接近极的处是白夜，一年中最有诗意的一天。夏至日露皎洁，露是山受属阳，感阴气才掉脚，自此阴气在地底每天生长，阳气被逼而火燥，这就是入蒸，随阴气逐渐上升，而小暑大暑待阴气彻底钻出地面，天气凉爽，便是秋天了。阴阳之间就是这样此消彼长，彼此作用。夏至树一后露皎洁，二后蝉始鸣，三后半夏生，积雨空林烟火池，蒸梨吹暑响冬灾，默默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转黄鹂。 M-M 王维基于辋川庄作十一小暑，小暑为六月节，暑为热，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暑热深入，便忧热烦渴，困入才暑，入是湿气蒸腾，所以说暑也是蒸，入景熏天，炎光折地，热不可耐，但入是湿气上升，入露非干，疏云节庆，所以暑天的清晨最美，午后入气凝为云山，又呼风唤雨，待雨淡光边过后，林梢簇簇红霞满，暑天的晚霞星空虫鸣不眠之夜都是最美的。小暑树一后温风至，二后蟋蟀居雨，三后鹰失折，相思眼气复何如，公子门前人见书，幸有新妻当小暑，隔衣纱帽望回车。 M-M 韩红赠别王氏与父上都十二大暑，大暑为六月中，天热到极点，还是东汉刘熙的释名解释的准确，他说暑是主火气在下，骄阳在上，熏蒸其中为湿热，人如在蒸笼之中，气急脏，也就称 LDQUO， 龌龊热 RDQUO， 暑最热时，大家以各种方式乘凉避暑， LDQUO， 扶干瓜于清泉，沉珠里于寒水 RDQUO， 淤星斗满天之夜做 LDQUO， 感凉会 RDQUO， 都是盛夏乐趣。而午后盼风雨欲来，
迎大雨滂沱，山晚听清雷断雨，一别有一种清凉诗意。大暑树一后蒲草为营，二后土润入暑，三后大雨时行。Asbi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， 即蒙灵蛇蛛下移，家臣阿姆会摇池，逐风和雨来消暑，玉里冰瓜可疗饥。M-M-朝补之鹧鸪天十三立秋，立秋为七月节，春为生，熟为秋，熟为清，所以秋为清盈展翅，由此才称 LDQUO， 飞龙秋，由上天 RDQUO， 有秋高气爽，春花秋月，花为温馨，为繁，月为清寒，为简，由此秋夜明，秋风白，才有碧水秋宿，秋水为神域为谷，而秋明空旷，夜色浩无主。夜才秋波横流，秋爽媚人，秋怀难耐，如此理解收成之际才好。立秋树一后凉风至，二后白露生，三后寒蝉鸣，隔衣沾汉宫虽见，只善摇风里甚悲，苦热恨无行脚处，微凉喜到立秋时。 M-M-其几城中晚下思山，十四处数处数为七月中，这个 LDQUO 处 RDQUO 是指暑气至此而止，开始退伏潜藏，以待来年了。阳气炽热，而催熟末物后自然退位，阴气开始弥漫，才秋风渐肃，这就是中秋了。恭敬为肃，除暑后因感肃气积鸟而祭，末物收成而祀，都是恭敬天地的表现。而秋之整肃又为冬之修养，修养中才有更新萌生，自然直径神圣而庄严。除暑树以后因乃祭鸟，二后天地始肃，三后禾乃登，草间穷响临秋起，山里蝉声薄暮悲，寂寞柴门人不到，空林独于白云栖。 M-M-王维早秋山中作十五白鹭，白鹭为八月节，诗经中的名句口，蒹葭苍苍，白鹭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的口，蒹葭就是芦苇，苇从浮尘光，极目苍凉，青露凝雪莹，遍地残芳，芦荻无花秋水长，淡云微雨似潇湘，秋容憔悴，那伊人在哪里呢？雨飞烟蒙中，秋波阻隔，只闻秋风吟。口白露为霜耳的口的霜，非霜降之霜，霜降为霜之冰晶，而白露之口霜 RDQUO 不过是气温骤降，青露因沉着而变奶白，感伤形容而已。白露树一后鸿雁来，二后猿鸟归，三后群鸟养秋，持金陵夜祭凉风发，独上高楼望吴越，白云映水遥空城，白露垂珠滴秋月。 M-M-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十六秋分，秋分为八月中，秋分至九十天的秋天就过了一半，春分与秋分都是昼夜平分，只不过春分阳在正东，阴在正西，之后阳气越来越占上风，雷发生，燕子飞回，夜越来越短，秋分阴在正东，阳在正西，之后阴气越来越占上风，雷收声，雁飞走，夜越来越长，春分后春水长流而浩荡，秋分后秋水蹉跎逐渐凝滞，秋分树移后雷始收声，二后蛰虫披户，三后水是河，山明水静夜来霜，树树深红出浅黄，世上高楼清入骨，气如春色走人狂。 M-M-刘禹锡《秋词二首·其二》十七：寒露，寒露是九月节，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凌，自此漏气重而愁，愁而将凝，再过半月将凝为霜降，自此告别了秋高气爽，秋明空旷，白日将变得幽晦，天寒夜长，风气萧索，物结烟愁，萧萧秋意重，依依寒色浓，归鸿将急于南飞，哀鸿遍野，秋残如血的季节到了。寒露树一后鸿雁来宾，二后缺人大水为阁，三后菊有黄华，波飘孤拟沈云黑，漏冷帘房坠粉红，棺材及天为鸟道，江湖满第一。渔翁 M-N- 杜甫秋兴八首 MIDDOT 七七十八霜降，霜降为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阴冷凝露为霜，自此白昼秋云散漫远，霜月萧萧，霜飞寒，冬天已经在急迫的叩门了，霜降后之残秋，玛瑙霜天净，芳条结寒翠，原石变丹珠，红林败野红相映，每秋亦是冷酷时节。
古人所谓霜桑也，莫物皆因素寒复霜结桑。霜降是一季之结束，在冬藏中新一季又将萌生。霜降树一后柴满季瘦，二后草木黄落，三后蛰虫减腐。本霜草苍苍虫切切，村南村北行人绝，独出前门望野田，月明荞麦花如雪。